对哦，跟袁帅的稍微年龄有点差距。嗯，这个袁帅这边也是说了，说这个一直在鼓励长林，说你这个你，因为之前长林投进过一些球以后，这袁帅就跟长林说，就是这机会，说他们防我防肯定凶，嗯，你拿球你就投没事儿，说这林哥你就投吧。人少，人回来以后呢，他还得磨，通过赛季来磨合。哎，你看还交流还行，还行，我觉得就是能交流就行啊。就说你别解释。